颜料就是釉料。嗯，颜料不同，它是有颜色。有的时候像放那个粉彩的话呢，他们要烧几次，然后挂几次，对对对，因为它每个釉料它要求的温度是不一样的，嗯、每烧一次，对，然后再烧一次，再烧一次。粉彩是釉上的，先烧白胎、啊，对，啊，然后勾线，啊、勾完线之后再填色，它分好几道工序。对对对。青花是一次烧成。啊，那个青花是高温，要1300度。对，而且它这个变形率啊，就是到一定高温的话，很多会出毛病。啊，高温会出毛病，温度越高越出毛病。哦，这样。所以青花的很多东西到极限了嘛。